买到嘎波的奇怪嘎波六件套，然后我现在要直接拆箱，看看会不会中隐藏版。它奇怪嘎波的六件套是直接绑，直接这样子，放在一个黑色袋子里面的，它没有什么外装。哦，它就是一袋扭蛋，所以我看这边有胖胖金鱼嘎波，壮壮嘎波，方方嘎波，这个不太确定是什么，这个不太确定是什么，可是可以确定的是，哎，这个是不是就是便便啊？哦，这个好像就是便便啊，所以这次没有抽到隐藏版，这是便便嘎波，然后这是长脚嘎波，然后这是大暴走嘎波。我还是觉得。我很想要抽那个百变十周年探险系列，所以我打算现在去抽一抽十周年探险系列的，看看能不能抽到那个灯笼鱼嘎波。我刚刚发现它只有它只能买综合整抽的机会，所以我现在还在考虑要不要买整抽的嘎那个十周年探险公仔嘎波。然后我在想有一个可能是，那我就买一盒，然后看看那个其他的拿去卖掉，然后自己只留灯笼鱼。那个因为它这个探险世界探险系列的，它只能一盒一盒综合的买，所以我决定那干脆不要买探险系列的。那个我换了十抽2000块的那个50块钱，我想说来个十抽奇怪嘎波，看看能不能够出一个隐藏版。那我现在就来抽，第一抽是一个多的长腿嘎波。抽是一个便便嘎波，哦，第三抽又是一个便便嘎波，第五抽是一个胖胖嘎波，第六抽又是长腿嘎波，完了，我觉得这次可能不会中隐藏版。一个巨嘎波，暴走巨嘎波，刚是多少？第七抽，是方方嘎波。又是一个便便嘎波，出了一堆便便，但是都没有黄金便便。有看到吗？看啊，你看里面有没有？我看到黄金便便了，在那。有没有看到黄金便便在那？不知道什么，在那。
是这里，黄金便便就在那里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没有钱能够凑到那边了。那我来换这一台来凑凑看。共估，这十抽都是普通版的嘎波，那我这十抽就是没有出隐藏版的，那大概也没办法了，那这个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